是连水的问题很多，常常啊，这你到底是谁？你要认，我告诉你哦，我问你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，这个真正的问你，阿谁是谁？阿谁是谁？这是禅宗的问题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要认清楚了。你真正知道你到底是谁的时候，你可以算是见到了。所以这个法号很好，思连随。每天都人家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